欢迎你再度来到中英车厂家，我是你的素人车手显明。今天啊，我们要 Land Rover 越野双雄对决，其中这台呢是22年是最新的 Land Rover Discovery 5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它最强劲的对手可能是同门的师兄弟，就是你的 Defender 110吧。因为你看，一样是七人座的造型，一样是讲究越野的性能，而且他们的底盘有点共用，甚至就连引擎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一台讲的是的都会时尚越野感，一台是的真正纯种的道地越野车。当然，两台的越野功能都是非常强了，只不过怎么取舍呢？你是要买 Defender 110更粗犷的外表呢，还是要买这个非常有时尚感、雅皮感的 Discovery 5呢？我们今天要分别来从它的外观、内装还有行路质感呢，帮大家来对比一下，双雄对决。Discovery 5超强的后挡板啊，这个地方竟然可以耐重300公斤。但最酷的地方是呢，前面第二排、第三排座位呢，全部都可以透过这边的按键，只要按一下，头枕先倒，接下来第二排、第三排的椅子呢，全部一键倒平。而且能够选配哦，前面那个 11.4 寸的 PV Pro 的系统啊，前面加价2万多块，一样可以从前座来控制全部的椅子。刚刚我的摄影大哥说怎么试车试到要拿现金出来，告诉我，因为这台的 Discovery 5它有个非常神奇的功能，就是这个置物空间，按下去，冷气面板倒下来，里面出现了这个类似珠宝盒的 1.4 公升的置物空间呢。所以说现在这东西如果不想上缴给老婆的话呢，私房钱藏在这里盖起来。没人会知，太棒了！这功能给他150分。还有这里，打开来，你以为它是一个自卑架，对不对？其实再打开，一样，里面有个超深的置物空间。平常善良一点啦，哈，我们可以放这个比较深的水。但是，一样啊，如果说呢，你平常有一个私房钱太多了，多到这个地方置物空间放不够，一样可以放在这边。私房钱放进去，关起来，变成自卑架，再关起来。老婆绝对不会发现了，这设计超棒，赞！ Discovery 5啊，标榜的是的正七人座，所以呢，后座这边，有长说了哦，190公分以上的人坐上去呢，也不觉得局限。而且我觉得，在七人座是少数呢，我觉得第三排甚至比第二排还要舒服哎。你看这个把手本身啊，手扶着，旁边这里呢还有真皮包覆，让你的手可以这样靠着。而且呢，独立的阅读灯之外呢，还有独立的第三排的出风口。后面这边真的很舒服，而且泡棉软硬适中，长途行车都不怕，真的很赞。超粗犷 Discovery 5，但是呢，台湾标配两种车型呢都是 R Dynamic 的外观，所以水箱护罩、烤漆面、下面钢琴烤漆，还有这个非常帅的倒 U 字型车身同色烤漆，包含旁边后照镜的部分，还有这个侧裙，全部都是超漂亮的钢琴烤漆，哇，质感真的是倍增啊，帅！Discovery 5啊，5米长的大车，轴距达到了2米9，所以呢，原厂搭载的21寸铝圈，我觉得有点不够大。还好呢，原厂提供这个22寸亮黑色的轮框可以选择，而且搭配这个全地形胎，我觉得这个铝圈选配9万多块非常划算，而且呢，整个车身造型完全都被点了出来，更亮眼。铝车身的Defender啊，它上面竟然可以荷重300公斤呢，而且上面这个选配的探险家套件，这个也是呢选配的楼梯配件，它的承重呢可以达到了150公斤。哇，最重要的是上面这个也是探险家套件其中之一的车顶架。现在什么修理车可以让你这样站在上面的呢？哇，好棒！这个探险家套件呢，车顶这边呢。静态呢，它负载可以超过300公斤，而动态的话，它也可以荷重了168公斤。在上面这面呢，如果你要露营的话呢，这边搭个车顶架，还可以呢夫妻两个睡在上面，承重了300公斤。车尾这边呢，还有这个号称能够看到阿尔卑斯山山脉的侧边天窗，这是 Defender 的招牌的设计哦。而在新一代这边呢，你看它为了隔音呢，所以呢它的深度是比较深的，但经典不灭，很赞。超过5米的长度，哇！后面的后窗离我们这么远，虽然原厂的搭载这个 ClearSide 电子后视镜，后面一目了然，而且原厂就有，完全不用改装哦。如果在越野高度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后面行李箱几乎达到我的屁股这一边了，但没关系，后面这边有个按键，按下去之后呢，直接后面这边后气压悬吊主动的降低，而且是前轮不变，只有后轮变，方便提取行李。看落差有多大呢？18公分以上，原本呢到屁股这边的车身高度，现在只到了大腿，放行李好多了，差这么多。越野功能超强，来自电子化的高科技，
这个按键按下去之后呢，它会出现的是呢最新的 Terrain Response 2最新的越野功能，而且它搭载这个电子罗盘。举凡是车子的倾斜角度啊、中央差速器的锁定与否，以及液压悬吊的高低，还有它的车前车后的角度全部都有，而且还有涉水感测以及其他的资讯等等的，超好用的。越野高科技全部都在这里控制。你看这蔡奇亚蓝五 Z 吧，我们开 Defender 来菜市场会车，这到底是谁想的企划？旁边机车穿过去很恐怖哎，我感觉我离对象的机车很近。前面这台宰相好不好？七块来好不好？这够窄吧？过得去吗？可以的。可以的。旁边的机车被磨到。机车。没事，我看我是打开这个360度环境了。哎呀，这个你不挤啊？主要是高度啦，高度带给你一个错觉，会让你觉得这个车很大。其实呢，一般来讲，如果你今天开一个那种比较旗舰的轿车，它长度也是5公尺啊，哦，它宽度也是2公尺啊，跟这个一样啊。而这台车简单讲，长度5米。高度2米，宽度也是2米，视野角度不同会造成一个很难开的错觉。但是像它方向盘哦，在这个市区这样子左右转起来，其实比我想象中轻哎。因为我开过旧的 Range Rover， 好，我也开过旧的 Defender， 哦，那个旧的 Defender 啊 ，Range Rover 在市区开起来啊，那种方向盘打起来那种刚刚的 Quintolago 那种感觉，但在这台是上面是方向盘打起来，很像是那种中型房车那种轻松感。哦，像这样子转弯，甚至一只手，当然一只手是不好的示范，一只手这样转就可以。这个在过去的 Defender 是很难见到的。你看后窗，离我们这么远，而且这么小，原厂都已经考虑到了，把一般马上变成了 Clearside 电子后照镜。哦，所以后面这边一目了然，完全不用担心说后面什么 C 柱、D 柱会挡住你的视线的问题。其实它隔音很好，比如说你看现在这样子。窗户降下来，哦，你会听到外面的机车声，一些现场音。然后窗户把它升起来之后啊，其实它隔绝感非常好，很有高级车的感觉，它跟过去那种所谓的分离式大梁的越野车不一样。这台车它有点近似于现在的单体式的车架的设计，它还是保有铝的轻量化。以及单体车架的那种市区舒适的行车感，但它也能够保有越野的强度，就是这个 Defender 最厉害的地方。所以市区这边都会会车、都会行车的质感、隔音、方向盘的轻松度，我给它95分。谁说 Defender 不能够市区慢慢开的？真的可以。真的可以。Discovery 5啊，跟这个所谓 Defender 110啊，它有些市场上面的区隔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方向盘的触感以及这转起来的感觉啊，似乎比 Defender 来得更加的柔顺哦。但是哦，讲到了这么大的车，刚才提到了，这台车呢重达了2.2吨，而且呢它的车长是5米，它的轴距呢是2.9米，开起来很顺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它搭载这个2000cc 的直列四缸涡轮增压引擎，300匹重踩油门，一二冲。它包含了变速箱的 key down， 虽然说已经是8速的 ZF 的手字牌，但是呢，它的 turbo leg 相对是比较明显的。如果说这台车当成一台豪华的正七人座休旅车，在市区里面的豪华代步，在全家人出游，你看一下后面空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，真希望现在呢，我可以载着全家人一起出游，一起来试车，因为坐起来很舒服。而舒服的一个关键就在于说，这台车它也标配了电子的气压悬吊，在台北市这种烂路上面啊，哇，开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柔顺。而且呢，这个电子避震呢，气压它经过一些调校之后呢，让它显得比 Defender 更加的适合市区来代步。像这个非常 premium、非常高质感的内装，哦，这个接管 Land Rover 呢，这个皮革包覆的始终是他们的强项。而且呢，非常漂亮的中船，以及非常棒，我觉得全世界最棒的中控多媒体。但是希望在这边车道至中选项可以选上去的话，这台车就可以达到120分。但如果你问我要买 Defender 110还是要买 Discovery 5呢，如果是我啦，我个人心里是比较偏向 Defender 110啦，因为外形的比较帅，但是也比较耗油，市区开起来比较越野一点哦。但如果说今天你是要把它当成一台正七人座，齁，正七人座全家人出游的话，我相信Discovery 5呢是最适合你的选择。看完今天试车节目满意吗？一定很精彩吧。
支持中天新闻，支持中天车享家，更别忘了支持我素人试车手小猪。记得上中天快点购，输入 CTI555 的代码，可以有非常多的优惠跟折扣哦。接下来两分钟的中天刚收后补吸干的影片，记得要帮我完全的看完哦。首先我要介绍一个防疫好帮手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说你家里常常要消毒的话，你知道那个水神啊，你要一直买，其实有时候会很麻烦，那就不如你家自己做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好，现在真的水神生成机也可以在家，你看很小台，不占空间，它就像饮水机一样。加强防疫呢，你就要多清洁消毒嘛，好，地板要擦，家里头爱摸来摸去的地方都要擦。旺旺水神，这个人防疫、环境防疫、空气防疫，让你一次搞定。如果你也想要有这台喷雾机的话，哇，你今天一定不能错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买这个，其他你看到都是送的，不夸张，真的。老板呢，在防疫期间真的就是五告拉，虎告拉，有没有？又来回来有虎。如果您是做生意的哦，比如说餐厅、幼儿园安亲班，好不好？月子中心、餐饮店，或者是一些常聚会的美容美发啦，这个卖场、学校、邮局啦、公司行号啊，甚至是教会公庙，这种人多的地方都要长期的消毒，所以呢，你这个用量会很大。如果你们可以自己 DIY 的话，真的是省时又省力，不用一天到晚一直去扛了。好，中天推荐大家这一台旺旺的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，买这一台呢，让你的防疫可以更方便、更有力。而且呢，就这么一小台，不占空间，你要放哪里都可以，放公司、放家里，你看我们摄影棚里面就放一台，好，随时直接生成啊！你看这个烟这么旺，今天的烟真的很舒服。大使今天有一种飘在云雾里的感觉吗？有，你这里防疫最前线，而且我觉得特别的安全，特别安全，真的。这个是水神的这个喷雾器，三分钟哦，它就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。你只要一瓶的电解液，它就这么一小瓶，然后呢，它会有使用方法啦。这一瓶的电解液呢，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，完全可以应援到大量需求要消毒防疫的地方，尤其是餐厅，每个客人进来一定都要喷手嘛，好，这个一定都是随时要做好防疫的。家庭也很适合，看你是要拖地啦，好，是擦厨房的桌子啦，都很适合。好，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设备，好，让大家呢可以每一天做好防疫。好，而且呢它不会伤害环境，比酒精更安全，比漂白水更环保。好，让我们的防疫呢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。哦，天啊，念好久哦。今天戴口罩真的有点闷，但是告诉大家这个好康，要去哪里买呢？上快点购的网站就可以买到了。好，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，中天会员的独家加码来了，就是呢，你只要买这一台水神生成机，它会加送你这一台价值5960元的水神雾化器，好，让你们家做好全套的防疫。好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再送你电解液4瓶，好，特惠组数量有限，大家要买要快哦。居家防疫超级好帮手，快上网搜寻快点购，订购旺旺水神生成机，或拨打客服电话0800660608，中天观众独家享有好康优惠哦。中天严选商品真的是很赞，我告诉你哦，我自己的年终奖金都花了不少哦，全部都是在中天快点购来选购的。而记得哦，如果要很棒很赞的优惠的话呢，记得要输入素人试车手小猪 CTI555 的代码，才能够有非常棒的折扣哦。真的啦，买了啦，中天快点购，赶快上去买哦。